等一下，这也很感人。정말피하겠어이마음에두지마시오아니야지난5년당신에게아픈말했어나도아팠어정말피하겠어이마음에두지마시오아니야그거는아무렇지도않았어皮卡皮拉布布丽娜贝贝鲁多，大家好，我是五号女巫。第一晚我用疫苗救了二号，他免疫了。先不去盘他到底有没有假装生病，但是四号，第二天竟然敢跟我对跳，女巫 ，Oh my god， 你就是个 virus 吧？再说一次，我是五号真女巫，二号是我的免疫体，谁敢跟我对跳的，等一下就用酒精去撒他，让你们跟着 virus 一起死。干都不能买塑料杯，哦，只能喝高蛋白。今天这一支影片主要是因为我有朋友从国外回来后在家自主隔离14天，他觉得每一天都过得很漫长，在家里真的是非常无聊，非常闷。我是蛮怕我朋友在家里会精尽人亡的啦，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隔离14天的话，可以在家里做些什么？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很希望这一次的疫情赶快趋缓，不要再那么严重了。也希望说大家能够配合防疫。如果真的觉得台湾的防疫做得不够好的话，滚去你觉得防疫做得一棒的国家。我可不希望又有害群之马，搞得我们只能待在家里，然后什么地方都不能去。记得戴口罩、勤洗手，配合政府的防疫。我们影片下次见，拜拜。DJ， 你叫小英子。我们也要变成这样，我还是，全部跟着 virus 一起去死。